差点没还站着，看这个是直播间的各个姐姐，你们没有那种很亲切的感觉吗？就是咱们这个是就是穿起来就很有亲切感，很有乡村的气息，我反正我是很喜欢这个。还有这个短的，我之前买了个短的，这么多提问谁也回不了。理解你们消息太多了，没事没事，下班了啊，下班了吗？哦，我是四川省甘孜州的，不是阿坝州的，感觉很近的样子。光左声音不回答问题啊，看到就回复，不是什么故意不回复你们那种，没有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我咱们不是这个样子的人啊，咱们不是这个样子的人，咱们主要是看到了的话就回。看到就回，真的看到就回，不是故意说我们光卖这些然后就不回复你那种，没有，咱们卖这些东西也是很好的一个产品，很好吃的。你也刚下班了，我才直播咋下单，哪个果子好。我毕业了，天亮我已经毕业了啊。那么是那个那么，他家里面奶奶年纪也大了嘛，然后他想留下，然后就是他爸爸妈妈也很支持他，也希望他留下来，然后就他这次的话就没有跟我们一起来。工作会不会四川话？会一点点，会一点点。天亮，我很不喜欢你说的话，很搞笑，就很搞笑。之前我一直跟你们已经说了，本来就好吃，真的好吃，咱们不骗人，咱们不骗人。眉山产的。那么是我表姐，是安源果冻城。安源有没有喜欢吃安源的？外面的进直播间，不要在外面偷偷看，晓得不嘛？不要点进直播间来看嘛，外面的点进来啊。我们今天是在那个安源果冻城的产地四川眉山。四川眉山一个小村庄里头。对，我读的。很多人问我啥子啥子，高中什么什么什么的，但是你们不相信我，没必要这样子，没必要，真的。对。前面已经说了。说了我在泸州，你们是不是说啥啥啥啥的？我们的安源，我们安今天卖的是安源果冻城啊，是在四川的眉山啊，这边是产地直发。我们现在在果园里，后面有没有看到自己有果子？你我要不要给大家摘一个？要摘一个的话，我们在后面摘一个。你们说这个，如有些人说这个不一样或者怎么样的，我就在后面摘一个给大家。要不要我摘一个后面的？要的打个要。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果园里，啊。我已经毕业了，还有那个天亮，我真的很不喜欢你说的话。啊？怎么天亮？不喜欢？怎么把我们家的公主惹生气了？人家说公主不是公主，我没有那么矫情啊，只是我他一二三四的就一直问我，然后就是很那个。问你什么？咱不说了。不说了是吧？我们就把这个话题过掉了。不开心的事情，我们不要一直纠结，好吧？我表演一个那个。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喜欢我，说就是他们会那种编故事。造谣人，我知道，因为有些粉丝很喜欢我们，然后就会探索我们那边的人，然后就去他们的口中了解我是怎么样子的人，我是什么，我是那个啥啥啥啥条件的，啥，我是什么？哎，你不要管这些人说什么，我们做好自己就可以了。你都跟我说一直说做好自己一个，我再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你们对不对？如果不喜欢我们就可以出去，不要在直播间看，好吧？不喜欢的话就不要在这个直播间看，不要一直诋毁我们这个雍中，是不是？我们等一下又说的不高兴了，不高兴了，
不高兴了，我回去要哄很久，是不是？靓仔可以的，你们再说一句，我就直接我开始怼你们了。雍中别那个，好吧？不是，我真的，如果你们不喜欢我的话，大可不必看我的直播间，可以出去，真的可以出去，没必要这样子，天天这样子给人说。对你把我们家公主惹生气了，到时候我直接在网上要。公主不公主的，我其实很接地气的，我没有说啊，他们在这样说我很矫情，很矫情，然后我生气那种没有。嗯。真的不要，是因为有些人我们那边的人不喜欢我，然后会说那些话，我知道，就是怎么说呢，也是说明白了一点，就是羡慕嫉妒恨，真的。嗯。然后就会造谣，去加一点故事，说啊那个人啥都不行，我没有啥文化那种，会说，我知道，真的。他们自己啥都不是，还那样子说别人，真的，我觉得他们平时在表面里面光就是光鲜亮丽的走着，背后里是那样子人，我真的哦。嗯。所以我们不要去管这些庸众，我们做好自己，生活过得好，是不是？生活不是过给别人看的，是过给我们自己看的， 对不对？我们生活中有。说爱媛，今天昨天那个王姐那个他们家的那个啊。王姐家的爱媛啊。那这个为什么一直会反光是吧？会反光。我知道，对啊，不用理他们那些人，而是我是很伤心，我的粉丝们听了那些人的话，然后又在这里给我说，给我私信。这样子的话真的大可不必，不喜欢我的话可以取关我，可以那个别看，不要说再说这些不好听的话了，好吧？人家真的雍中生气了，我们卖这个橙子吧，卖橙子，那卖橙子吧，卖橙子切了，真的。我们今天是帮那个，大家有没有看过王姐这个视频？看过王姐这个视频我们一起扣一，好吧？中国比这个大一点点啊。如果看过王姐这个视频，我们把小一扣起来，好吧？我看有多少人看过这个视频。其实王姐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。刚才下午我们回去吃饭的时候，又把这个自己的家的鸡，甜得很，鸡杀了，对不对？给我们吃。然后现在的话，我们是帮王姐家卖嘛，对不对？既然看过这个视频，都知道她很热情的一个人啊。我们也承诺了她能卖多少，我们就卖多少，尽量给她卖完。现在我们是多少单？我们现在多少单我也不知道啊。晚上我们是卖了800单了，晚上是卖了800单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说到的事情，我们就尽努力去做，是吧，雍中？对，因为我们这个是帮助这个农民，这个王姐是我们的粉丝，也算帮助粉丝。第一个帮助粉丝，是不是？第二个的话，我们也帮助自己啊。我说实话，我跟雍中也会挣一点点钱，但是大家有些人很嫉妒，有些人不嫉妒，是不是？大家理解都可以打一波理解，好不好？就是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爱媛果冻橙啊。再展示一下，这个是带着皮发货的，带着皮带着叶子枝叶发货的，在果园里现摘现发的。然后的话，我切一个给大家看一下，它这个是皮薄肉厚，真的是皮薄肉厚，皮薄肉厚。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？它这个是皮是非常薄的，有没有看？皮非常薄，里面是无籽无核，细腻化渣的，然后水分是非常多的。然后我们是现摘现发在果园里面，我们发货的时候我们会带着这个树枝树叶发货，因为保障这个果子是新鲜的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枝叶新不新鲜。咱们这个的话是现摘现发货的，可以相信啊。对，品质是很好的。王姐昨天也跟我们说了，他们家这个爱媛果冻橙是施的农家的肥料，不是说那些化肥啊化学肥料，所以说吃着会比较健康。我们这个酸度是9分甜1分酸，有一点点小酸。对，后面的让我们摘是吧？是不是让我们摘的？想摘的话，再继续那个公屏上打个摘摘摘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看一下有多少人。我们是挑摘一个，我们挑着熟的去摘哦。就是这个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熟，这一片应该是熟了，应该是熟了。谢谢。助人为乐是好。要不要摘？对，后面的要不要摘？要摘的打个摘字，好吧？我就看一下后面的要不要摘，啊，摘。大家都可以放心，我们肯定是熟了的果子给大家去发货，然后我们这个包装的话再给大家看一下，包装是这个包装啊，有没有看到？爱媛果冻橙这个包装，然后里面的话是带泡沫托的，对，像大果你去拍5斤的是8到12个，啊，有可能8个，有可能9个，有可能11个，对不对？如果说这个箱子中出现一个空格没有放果子，那也是正常的，我们是看重量的，4.5斤到5斤。啊，是的，家人们，那有很多人都想看后面摘是吧？咱们就是，我摘还是你摘？对哦，我摘还是你摘？我摘还是雍中摘？大家说一下，我摘还是雍中摘？
已下单是吧？谢谢谢谢谢谢，已下单啊。那个已下单的把已下单三个字扣在公屏上。我到底是我摘还是雍中摘？雍中来摘还是不是雍中嘛？美女，一起摘，一起摘一个果子。你这搞得有点那个花里胡哨的啊！一起摘，但没很浪漫是吧？咱们就摘一个，咱们就摘一个，就摘一个，摘一个，摘一个。我们不摘多了。一下单，一下单，满屏的一下单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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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果子的。我要两百斤，算多少钱一斤？对，这个果子的话，你两百斤那么多，你要干嘛呀，哥哥？嗯，皮很薄是不是？皮很薄，然后的话皮薄肉厚，汁水饱满，里面是没有一个籽，没有一个核。如果有籽有核，你买到你直接给我退回来，好吧？嗯，对。我们这个叫爱媛果冻橙38号，它是无籽无核，皮薄肉厚的，橙子跟橘子的结合体啊。然后甜度的话是9分甜1分酸。是的，是四川眉山的，咱们可以那个搜索一下四川眉山的那个爱媛就知道了。啊，爱媛果冻橙，吃一个看看，又说我们摘一个看看，吃一个看，到底是先摘还是先吃？我们先摘吗？还是先吃？啊，到底是我摘还是雍中摘？你们说一下好不好？我摘还是雍中摘？陈、啊，我一开始关注你们，从靓仔与你开始默默的关注你们，谢谢谢谢、嗯，真的很感谢。我你看我们这个情侣装，多少钱一斤？穿的好不好看？咱们这个一箱是没有，再给你们看一下吧。啊，吃一箱多少钱？你们点下面这个链接，一直点购买嘛，购买这边对，有个规格，然后点击规格，然后你们就知道是多少钱到多少钱之间了，然后你们会知道，对对，然后去可以想要那个的话就可以去拍。对，下面不是有个链接吗？大家点进这个链接，点进购买里面，下面的话就有多少斤的规格，你们点进去看一下就知道，都点一下去看一下下面有什么规格。然后没有分享直播间的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那个直播间好吧？把直播间分享到朋友圈啊，是不是？分享到你的家庭群啊、兄弟群都可以的。啊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然后没有点赞的点点赞。我现在给大家摘吧，我就坐着给他摘一个。你随手摘，你不怕翻车吗？这有啥翻车的？我摘一个好了，我就摘一个好吧。可以，那你摘一个吗？因为我们不怕，咱们不怕，咱们卖的就是在果园里面嘛。对，现摘现发的都一样，咱们不怕。给他切一个吧，直接切开。谢谢土，谢谢土，我也啊，这个是现摘的、哦，我一下都没动。啊，我们都是现摘现发的。中国的话是12到15个之间、嗯。有没有看到这个皮有多薄？刚刚摘的，刚刚后面摘的，哥哥姐姐们可以看到了对吧？直播间的刚刚看到了没有？对对，有没有看到？真的是跟果冻一样 QQ 弹弹，里面无籽无核，没有一粒籽啊，没有籽这个果子啊，大家放心去拍。谢谢多伦了，咱们不展示的话，怎么知道里面是好的呀，还是坏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哥哥姐姐。但是大家放心，我们切开的我们都会吃完。看到了，得看到了就行啊。咱们是现摘现发的那种，然后就是发货的时候，你说的后置会带这个树枝树叶啊。咱们没注意，没注意，我摘了，那不能摘了，不能摘了。我以为雪橙。刚才有多少人看到了？看到了打不看到？你们的品人品，谢谢。连我们这棵树上的橙子都摘完了。好咱们主要是想给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都说看到了，推荐好的东西嘛啊，然后就是，二是自己咱们俩自己也可以赚到一点小钱，也不是很多的那种。对对对。就是、哎，看过我们这个视频的人就知道，看过我们昨天发的视频的人就知道，对不对？嗯、我们是给昨天那个视频里面那个王姐家卖橙子，然后她家的话就是怎么说呢，人比较热情啊、哦，但是家庭条件还可以。巴适得很，真正的。热情，但是家庭条件也可以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说卖穷卖惨，我只是说这个粉丝很热情，我们有义务要帮他卖一波，是不是？他前面私信我们两个的，私信了好久，对他们家的那个爱媛已经熟了，让他我们过来耍一下，然后就顺便帮忙他卖一下，这样子说的。而且昨天见到了王姐，非常的热情，也很紧张，真的看得出来，是不是？对对，很一来就脚跳起来说：“雍中，我太喜欢你了。”我都也雍中都有点尴尬了。不尴尬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个人很好。我们那边人都很热情，没有想到这边的也很热情，真的，我瞬间就感觉到我的粉丝些都真的是特别好的人，真的。对对对，现在是919单，马上1000单了，我们冲一波好吧，冲一波，马上1000单了。真的喜欢吃橙子的，你们就会知道，这个就是橙子中的劳斯莱斯。对，劳斯莱斯。橙子中的劳斯莱斯。咱们买不起那个走的劳斯莱斯。对，天花板。吃得起的劳斯莱斯，好不好？对对，你看这个皮多薄多厚，大家说还要摘一个，我就给他摘一个，要不要摘？嗯，这样人家看到了不好、啊。不要那个王姐，反正是王姐自己家里嘛，摘一个也没关系。但是，是吧？那就不摘了，不摘了。要不要摘？
家人们要不要摘？哥哥姐姐们，有点曝光。家人们说了算，要不要摘？对，哥哥姐姐们说了算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、叔叔阿姨们说的算。啊、你们价格的话，可以去那个下面这有一个那个链接，是不是？有没有看到下面这个链接？点我手指下面有一个链接，你们点进这个链接看一下规格啊，里面有多少斤的、啊，多少斤的多少钱啊，都去点一下。啊，但是我建议大家就是去拍那个大一点的果子，大果，然后的话它的那个甜度会稍微高一点啊。对对，然后就是咱们不知道怎么拍的，不摘了，打在那个公屏上啊，隆重教一下大家，因为我们很少在视频号里面、啊、不摘了东西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不知道怎么买。啊，都说不摘了，刚才看到我摘了，对不对？看到我摘了，摘了，已经看得很清楚了，是的，好好好。啊，那就行，看到就行。看到就行，然后那个，是，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啊。你们这个是货到先付还是先？咱们这个应该是那个先付 money。先放 money。我再吃一个给大家，我是想吃的啊，我想吃的，我吃一个给大家看一下。怎么一下卓玛，一下雍总啊？什么卓玛？没有说卓玛呀。我们什么就一下卓玛了。这个我跟他说的是凭证保证的，我们单位每年那边扶贫都有购买的。啊，这个品质保证是，对，大家吃、啊这个、吃过的人就知道。我再给大家切一个啊，看一下这个皮有多薄。你吃哦，我肯定吃完，我肯定吃啊，这个吃。就有些地方是那个超出范围内的，然后就送不起。对对对，姐姐们就看一下这个果冻橙，它是橙子，是 QQ 弹弹的，有没有看到 ？QQ 弹弹的，里面没有籽，没有核啊。然后的话，我剥一下这个皮，给大家看一下有多薄，好吧？大果和小果甜度，小果是。9分甜1分酸啊，然后大果的话是，甜中带稍微带一点点酸的那种。对对对，有没有看到这个皮有多薄？齁甜了，那种是打的是那些什么的啊，咱们都知道吗？对对，我们是9分甜1分酸，你说齁甜的那种，或者淡淡的那个甜味没有酸味的，我建议大家不要去买，那果子可能是催熟的，或者怎么样的，啊。我们这个果子的话是不打催熟，不打糖精什么东西的，所以说吃着是。9分甜1分酸，然后这个口感是刚刚好啊，然后水分也是非常多的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就跟果冻一样的这个橙子？是的，我切一片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有没有籽啊，它这个是真的没有籽，里面没有籽，细腻花渣，真的没有籽，很好，就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我主打的是一个真诚，不会骗人。对，有没有看到里面无籽无核，没有籽没有核，真的。你们如果说喜欢。对吧，平时有些喜欢抽烟喜欢喝酒的，那喝一杯酒抽一次烟，还不如买一箱橙子回去试一下，对自己还健康一点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这个是四川眉山的橙子啊，爱媛果冻橙，然后就是那个规格里面是这个样子的，小果、中果、大果，小果的话是15到18，中果的话是那个12到15，大果是8到12个，咱们可以截屏一下哦。对，可以截屏一下。啊，大果是8到12个，建议大家去拍大果，大果的话甜度会高一点。是的，然后咱们这个的话，收到货以外就是坏了一个赔一个，坏了两个赔两个，如果一半都坏了的话，就是赔一箱哦，真的赔一箱。对对对，咱们是那个说到做到的话，也可以截屏一下。可以录屏，大家可以录屏啊。对，咱们说了。又曝光了。你们都是诚实的孩子，大家都相信你们，真的谢谢姐姐，谢谢钟姐姐，谢谢。我们第一真的帮这个王姐是吧，第一个可以帮到这个王姐他们家这个橙子，第二个我们自己也能挣点钱。加急了的就是拍的时候备注一下加急就可以了。橙子一样不上火。对呀、啊、满满的维 C 哦，对，不能说这个叫橙子不上火的，哦对，真的不上火，不上火，不上火，我给手机充一下电。我们点点都吃，对吧？真的非常的好吃。咱们水果这个东西是，家里面就是这样，每个家庭里面都是必须要吃的一个东西，是不是？咱们甜嘛，真的甜，前面展示了好几次了，真的甜。咱们如果不甜，很酸的话，咱们是不卖的，咱们是不敢卖的。很酸，我们是不卖的，我们肯定要对粉丝忠诚啊。对对，粉丝才会对我们忠诚，是不是？这个世界都是信真诚才能换来真诚，是不是？真心换真心，假意换假意，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觉得我说的对的，咱们一起打不对。不酸很甜，真的是，
第二个链接是那个，你怎么肯定知道吗？嗯。第二个链接是我们家的那个四川的，不，我们家江西的那个赣南脐橙。对，赣南脐橙。嗯，第二个链接。不直播了怎么？不直播了怎么买？不直播了可以搜那个四川眉山的那个哦，爱媛果冻橙，咱们会有的，真的非常的好吃。你好，我心里烦，你心里烦啥呀？烦啥？啥年代了，你心里还烦？咋了？你找不到女朋友吗？还找不到男朋友？开玩笑的啊、哦，开玩笑的。记得雍中幽不幽默？啥吗？好像没用这个插座。刚刚这个有用。啊？哪个？刚刚这个亮了，好像。用这个，插这个手，这个已经亮了。这个。找不到女朋友，女朋友可以跟我说吗？我给你们介绍，真的是。那藏区美女多。四的腿的蛤蟆找不到，两条腿的美女多的是。你对，不要为你这个事情去烦恼嘛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那是不是这个？啊，这个亮着呢，再亮。哪个？这个踏板再亮。你看到它亮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它亮晶晶的，比我还亮。我看到了才跟你说，我没有看到的话，我怎么跟你说嘛？嗯，好搞笑，比我好亮，亮多了。不是防冻吗？防冻的，是那种泡膜的那种。嗯，冲上。无关风雨。我家朋友帮我买了两箱，可以哦。你那边是拍不了吗？还是啥？小心一点哦，小心一点。嗯，没事。我用重的关心，还是倒了，还是倒了。超吃饭，我们死了。杨总会讲话，我真的不会讲话，我比较笨，真的比较笨。然后有人就觉得我啥，那啥。对，现在的屏幕链接是我吃的这个，是那咱们直播间的这个。爱媛果冻橙，爱媛果冻橙，四条腿的也不多。我说的是四条腿的蛤蟆找不到，两条腿的。两条腿的女人总是遍地都是啊，到处都在跑呀。嗯。四川眉山，对，四川眉山的啊。要不要我给你讲哈四川话嘞？四川话你又会讲？我会讲，但是我怕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听不到、听不懂，晓得不？咋个可能嘛？可能有可能，因为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是那种咋个说呢？是，各个地方都是比较多的。是各个地方的。这个地方，他真的要过来。对。烦了。哎呀，搞笑死了。往近一点，近一点。特大果一箱有几个？8到12个，一箱8到12个。哎呀，弄了一下，给手机充了一下电。那为什么会一直会会曝光，就是有点问题。它那个灯光的原因。嗯，灯光的原因是吧？中国五金大概有多少？中国五金的话是12到15个。12到15个。12到15个。嗯，现在是以前单，我们说一下脏话。咋个的了？怎么的了？怎么个么头啊？咋个？怎么着了？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玩上好的意思。怎么得了？不是怎么得了，是怎么得嘞？怎么得嘞？嗯嗯，扎西得了，吉祥如意。嗯，怎么得了？是晚上好。对。还有呢？就是，啊，说啥？那个，你说我喜欢你。我去哪个啊？我也去哪个？你会的吗？你还？我也去哪个啊？就是我喜欢你是阿缺那嘎啊，那记一下。老婆，我上次学的，老婆是给摸。雍真，我不叫雍真，我在雍中。雍中啊，变成村姑了。不，这个是我送给。这个穿了在直播间里面展示，没有那种很亲切的感觉吗？嗯，我送给雍中的。咱们是主打的亲切的感觉，所以才穿的，又保暖。下单了，问你们几遍都不回话，不好意思，小这个是什么单姐姐？易丹姐姐，不好意思，没有看到，看到我就会回复你啊。易丹姐姐，咱们不是故意不回复，咱们是没有看到，真的没有看到。嗯、咱们一旦看到了的话，就会回复的。大家放心啊、哦，一旦看到，我们立马回复大家，肯定。对，然后就是不会下单的哥哥姐姐们，可以在公屏上说哦，我用作教你们下单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情侣装哦，情侣装。要飞机，不是这件。有飞机啊，我们给他打下来。
这是我们的川服，对，这个是我们四川的省服。啊，纳木姐姐没来，对，纳木姐姐没有来，她在家里。这次一箱刚才给她打的视频嘛，多少钱？净重的话4到5斤啊，4到5斤包邮的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咱们可以在那个购买里面看啊，选规格的时候可以看，对对对，看着很保暖。对，售后在哪里？售后在那个订单里面，如果没有找到的话，可以私信我俩，就是点个关注，买这个橙子了的话，都点个关注就行。对，买不买没关系，给我们点个关注，点个免费的关注是不可以。但是买了的话，一定要点关注。买了一定要点关注。我们这个果子是带着这个枝叶发货的啊，在果园里现摘现发的，所以说大家不用放心，大家可以放心啊，不用担心。这个是那个，这个是那个果园里现摘现发，让你们吃到新鲜的水果。王姐家的水果，王姐人很热情，果子也特别甜。我现场切一个给大家啊。看一下为什么带枝叶发货，因为是那个就是看起来会新鲜一点，大家看到这个叶子是多新鲜的，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摘的。我们就一直支持你亮哥是的。啊，对，所以说我做生意先做人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个人说的是，你们只顾着说不看粉丝们讲什么，不回复。下单了是吧？谢谢，我们这看到都回复，因为我们看到尽量都给大家回复，好吧？带枝叶的可以重一点吗？有没有看到它这个是那个 QQ 弹弹的，我给大家。来切一个吧，换着这个圈圈切一个。果也买了，谢谢放啊，谢谢，咱们需要的都可以拍一单啊，需要的带枝的比较新鲜，对，带枝的比较新鲜，多少钱一斤？我们是那个4到5斤的话是，中国是27.9啊，你们看到是差不多在个位数啊。里面是没有籽没有核的。四川眉山直播，四川眉山。这个生根真的。是跟果冻一样的，吃一口。大果和中果的区别，大果和中果的区别就这样子的，就是大果是比这个大一点，然后中果也比这个大一点。今天达到真正的切了那么多橙子自由啊，要出去称斤的。叶子不称斤，因为叶子的话基本上占不到什么那个斤啊，真的占不到什么啥斤，可以放心。甜甜的，看着。太好吃了，用自己干。用他是四川人还是藏族？我是四川藏族的。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。对，四川甘孜州藏族自治州。我俩没有结婚，没结婚。看了加几对，里面有籽吗？对，里面是没有籽的，里面啥都没有，就是肉。对，我再给大家回复一下这个问题。有些人说那个发货的问题是吧？发货的问题，我们是发的快递是三通一达。对，三通一达。中通、申通、圆通。然后韵达这四个快递，然后的话，我们快递的话，我们果园里，因为你们今天拍的，我们明天就在这个果园里安排人摘好。然后摘好的话，我们是一般是明天下午就给大家发货，最迟的话我们48小时内给大家发出去啊，保证这个果子是更新鲜的拿到你们手里。对，特大果买几个？特大果一斤的话是8到12个。然后我们这个快递发货之后呢，省内啊，好比我们现在在四川嘛，四川省内是2天，差不多2天到，省外的话是差不多3天就到了快递。亮哥，说甜不甜？甜不甜是吧？九甜一酸，九分甜一分酸。买不到就有个地方，有些地方是超出那个派送的那个，咋个说来？雍中。戴一个帽子。对啊，我姐姐四川啊，我四川的。好的。大小规格价格，大小价格什么？大小价格是不差多少啊。我们看着这里回好了，就用坐近一点。来说你这个脸一直看不到，低着头。不是，我不看着他们粉哥哥姐姐你们在说什么的时候这样子有些看不到，这样子的时候有些是看不到的。然后就粉丝们又说啊看不到，你们不尊重人，不回复我的问题。我这个样子看着我就能看得到，我可以一一的回复啊。对，我们要放在这里，就是不要低下头嘛。我们看着大家啊，这么看的话也比较好。哎 ，Hello， 同志们好。要不然我不能说这个话。你在说啥？橙子还是橙子？橙子。你们那边不吃苹果，也吃苹果？这里不产苹果，这里是四川眉山。甜的，这个是甜的，对们。
我们现在在果园里面，四川眉山爱媛果冻城，现在在果园里面。他说的是浙江温州几天能到？浙江温州的话，差不多3到4天就到了。对，3到4天，因为我们48小时内2天内发出去嘛，然后差不多省外2到3天到。对啊，温州那边的话，物流都是比较好的，我知道江浙沪物流都是快。不能打。